这个好大呀，一下可惜了，这个还不够熟，这个要等一个星期。这个白色的这个白衣直接就可以吃了。对，不用拆了，这个是不是这是天然的一种果衣来的？这个水分，这不是我的口水啊。对，我对一下胶卷给你们看一下哦。这不是我的口水啊。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是这个果的一个汁水，不是我的口水啊。是不是？很漂亮的，真的是很漂亮的。只是说我们现在是全身都是湿的，汗流浃背，四十温度看。我吃了六个还是五个了？如果酸的话，我牙齿会受不了的。啊，这种天气呢，还是顶得住哦。穷我就顶不住而已的，除了穷顶不住的，其他的我都能顶得住的。好吃，谢谢。咱们现在直播间里面已经有200多人了，200多人刚刚开播了，200多人了。欢迎大家。嗯。我们看大家看果园啊，咱们现在我看一下，刚刚开播，20分钟，差不多半个小时，咱们现在已经销了多少单了？300单了，现在我们已经开播半个小时，已经是300单了。嗯，好吃这个。老谭说的是实话，这是事实的，是不是？是实话来的。王金那里的确它是纯甜的，它是纯甜的，这里面就 有点颜色，它是正常的哦、摘下来里的都是这样的。金奈里的话它是有点微酸哦，它的表皮果皮有点酸，但是它里面的果肉它是不酸的，咱们不喜欢吃酸的可以把那个皮给削掉吃里面的果肉，但是王金那里它是纯甜的。还有那个黑里啊，黑布里的话，咱们收到如果是硬的话呢，咱们放两天，黑布里要放到它软它才好吃，就是你可以剥掉那外面那一层皮了，像香蕉那种剥掉外面一层皮那种，剥掉那个皮真的里面的果肉真的又香又甜。怎么追上小九妹的？怎么追上了？是不是？我想一下先。下一个问题，他没有追上。王金那里好吃吗？去年好吃，去年我买过。对，王金那里就去年咱们买过的朋友们，是不是？口感是一样的。对。但是今年会比去年会好。去年还要好，因为去年是连续高温，它是一滴雨都不下的，连续几个月一滴雨都不下的。去年是有雨水的。去年的我们做的是尾期比较甜，嗯，然后它比较软。但是咱们这一次的话，我们做中期，我们不做早期，知道吧？早期他们已经在做了，我们就不做早期，我们做中期，中期口感那个糖度都 OK 的。对，因为早期的现在人家也在发货，但是我们现在是不发货的，因为现在呢是不是人家赶早期是为了赶那个价格哦，第一是赶市场，第二是赶价格，因为早期的果子呢价格呢都会比那个中尾期的果子价格都会高一点点。哎呦，今天的温度是36度多，差不多37度，现在我们在果园里面开播。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全部黑完了，就晒一下下，2个小时左右全部黑完了，真的。还好这有点风哦，如果是没有风的话更受不了，背后全部是湿完的。我们等一下再播个1个多钟这样子，可能我们就要下播了，到晚上咱们再开播。太热了吧，要不咱们下播了，现在受不了，晕人的哦。太热了，你觉得热吗？我觉得还行啊。很热，衣服都湿完了。有衣服湿吗？湿啊，都是湿完，都粘身子了。今年果地收的价格贵啊，我们再播一会儿吧。我怕你受不了。再播一会儿吧，我刚刚卖那么多。早上出门的时候这里还是挺白的，现在怎么是黑成这样子的？再播一会儿吧，我不想放弃。那我们到树底下去播呗，要不这样晒，我怕大家受不了，人会晕的。嗯嗯。中黄的中果和大果对比一下，好嘞，稍等一下哈。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挣个几块钱。来，我吃一个黄金蛋，你给你们看一下，舒服都是留给炸了的人的哈。活着就是要累你哈。现在已经是4点钟了，没有水喝了，喊了太久，然后现在说话都有点沙哑了。回去先吃中午饭先，我们两个早上就吃了，一人一碗云吞了，6块钱一碗云吞
到现在。而且水温主要是没有水喝了，它这么热的天气，今天是37度左右了，这么热的天气没有水喝，你受不了。今天我们直播。